底线被当事人要求停播。底线自开播以来就热度不断，从于欢案到后来的江歌案、奶茶加盟案，都是曾经引起极大反响的案件。但随着新播出的帮你拉案，底线再度引起了极大的争议，甚至出现了观众集体差评的事情。观众普遍认为帮你拉案改编自货拉拉案，很多人很容易对号入座。货拉拉案当时的司机在网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，要求停播底线，认为电视剧中加入了许多与现实不符合的虚构情节，颠倒事实真相，影响到了案件的正确性，并且严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。货拉拉案于2021年9月，司机被判一年，缓刑一年，之后的二审也是维持原判，但司机却表示自己无罪，会申诉到底。这似乎是和江歌案一样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论。在底线的剧中，为了塑造形象，将司机的家庭形象设定成了父亲得绝症、儿子为父亲购买违禁药等情节，司机的形象也不大好看，而且司机的名字叫做傅大龙，影帝傅大龙可谓是原地躺枪。货拉拉司机要求底线停播后，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底线作为电视剧，不是纪录片，改编设置情节和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，无论怎么改都可能会有争议。不过改编自然要改得合理，而且底线到是否承认帮你拉案，确确实实是改编自货拉拉案，舆论的影响又是否会影响司机本人申诉，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